第二代净思环保连锁砖在大面积处一整片拼，机灵处就拆开着拼。施工人员在上面铺的时候，不会感觉到很热、很闷，这也是第二个大的优点。光铺砖的话，两天就可以 OK 了。如果是传统的呢？传统的话，这个比较慢哦，大概要三天多一天。日照后热度比传统的水泥连锁砖低温，铺砖师傅感受很深。而师作的慈济竹田日照中心，场域较狭长，面积小，挑战着连锁砖的运用灵活度。这个所以连锁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要切割很好切，不像一般的水泥要切不好切，而且很难切一个弧度。施作前斜坡问题也让施工团队有疑虑，但实际铺设后出乎意料的整齐。一般水泥它就有一个有一些高有一些低，那这个因为它互相要锁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个砖的其中一个好处。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坡度算是很整齐的。二代环保连锁砖首次铺设即将完工，也累积施工经验与建议，成为研发团队进步的点滴能量。大安新闻陈怡珍、陈立伟、戴敦仁，屏东报道。高雄。